小提琴小弹的合奏。演出的人员有李恩爱、廖连希、李恩惠、陈轩妮、邱瑞雅、张云颖、赖俊成、杨晨宇。特别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们今年录进来的新生。好，新生来学习，我们就让他有马上来表演，所以请大家待会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。他们今天带来的是梁朝伟的第一首是进行曲《汉卡农》，这是现代曲，汤马斯梅所作的，曲子为 B 大调，曲子中用了很多变奏，加上卡农的和声变化组合而成的一首进行曲。第二首他们要带来的是乡村舞曲，那待会我们先来听他们的第一首曲子，再请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。掌声鼓励。